好新啊嘛，驅風啊嘛，因為食開嘢食開有癮咯。橋攬下手到嚟。咁佢因為個湯水咧煲得時間耐啦，咁就有蛇啦，有雞啦，咁食咗人又好暖，同時咧佢令到你個人咧嗰季食蛇之後咧傷風感冒係少啲噶。咁另一樣嘢咧，佢有蛇本身個骨啊，好多鈣質、蛋白質嘅，咁飲咗落去咧就有舒筋活絡嘅作用。因為蛇本身係醫風濕嘅，咁對於有啲人骨痛啊，如果你會加啲中藥落去燉湯咧，仲更加奇妙嚇。其實咬親你到完全康復兩三個月都 OK， 即係左手，但係唔係呢隻手，唔係咬到呢隻手。即係呢喺1997年嗰年咧，就捉咗一條十幾斤嘅 king cobra， 即係過山烏啦，即係好似話玩嗰條嗰啲咁大條咯。當其時我哋收 order 嗰時係唔知道係過山烏，咁我哋以為係一個普通嘅蛇啦，咁我帶好簡單嘅工具去。咁原來咧，去到一條蛇咧，佢嘅消防喉咁大，因為咁粗，咁粗，咁啊變咗好覺得好危險嘅，其實就會覺得。